来玩这款游戏，我是一个球。老大，你让我按一下可以吗？你一定要慢慢的把字显示出来，不要这样子啦。好啦，我是一个球，我好厉害哟。这什么？这幸存者玩法的啊？那个球是怎样？脸部抽筋了啊？他其实他的表情应该来点变化嘛，是不是？开招的时候要生气啊，没事的时候就这样子傻傻的啊，不然就是哭一下嘛，这样子会更丰富一点啊。哦，开始乱丢东西了哦。我是一颗球，我会乱丢东西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乱丢东西吗？因为我是一个球，有没有秀一点招式啊？从这个模组来看，八成是中国开发的吧？哼！偃月刀，血滴子，哎，技能已满。怎么会这样？移除偃月刀，血滴子，我们用一下吧。移除，来，偃月刀好像有点猛哎。完了，血滴子不知道干嘛的，血滴子待会要把它移除了。他要干嘛？我刚吸了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好像要过关了。诸葛连弩，好了，血滴子不要了。诸葛连弩一定要秀一下啊！流星锤啊，好了，试一下。就全部丢出去了。诸葛连弩好像有点秀，但是打不到重点。这种呢，打 BOSS 会比较辛苦一点了。话说，怎么都没看到 BOSS 啊？算是小品游戏而已啦，好像也没什么惊艳之处，是不是？我是一颗球，我会喷血。Game over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